酸强度测试仪操作视频。我们首先打开电脑，我们按确认删除记录或者建议保留记录。我们按确认删除记录后进入主界面。开始测试之前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水平珠调到一个水平的方向。测试之前，我们把这个蜂窝纸板放到上下测试座之间，然后我们根据试样不同的强度来选择合适的档位。我们这个选择 B 档。A 档的话，我们测试时就是什么都不挂的，如果是 B 档就需要挂一下这两个小的砝码，尽量靠近这个摆臂的方向，然后再把这个小小的旋钮拧上去。如果是 C 档就再增加多一个这个砝码， D 档的话就把这个全部都一起挂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按测试键开始测试，然后释放，然后我们可以查看这里有测试结果，可以按打印，打印测试结果。